体愿服新地图绿洲世界，因为玩法还没完善，所以只能给大家说说地图了。出生点在冒险家广场，地图上有公交站，选择好地点即可乘坐飞艇前往。过来，接着来看看地图上都有什么建筑吧。这是未来中心，这是湖心岛，金红沙滩，榕树古镇，南风海湾，冒险家广场，星海大街，星罗花海，银月山，在银月山下面有一条隧道，飞星瀑布，假日码头，星空营地，风车，广州塔还没完善好。除了那些，这张地图还有特训岛，可惜有空气墙挡着进不去啊。各位有什么看法吗？